仁医的养成是一条艰辛漫长的道路，他们期望平愈患者身心病痛，以爱与关怀丰富最初投身医疗的热情使命。今日医师们成就了过去的不可能，明日一样高山，一样大海，这股力量持续驱策迈步。爱敢说啊，应该是最靠谱的，是吧？阿妈记得你吗？这当时要调整情况，你明明不怪我，我不会走。因为现在就是老年人口多嘛，尤其花东像光复、凤林啊这些偏乡，独居很多，我就有看到他们变快乐了，然后再就是说有被陪伴的感觉，我觉得他们不再是孤寂。另外，健康是很重要的。我是患这个急性出血脑中风，讲起来很危险。很危险，但是我现在12年了，我现在很勇敢，讲话很好，就是这个子女的功劳，要站起来啊，站起来就站起来，主任棒的，一级棒，一级棒特别棒，救了我的命，要健康嘛，有啦，健康嘛，大家拢空间就对啦。不用怕，来可以，我帮你扶着。Fighting！ 因为有管制的关系，所以我们尽可能在1点钟之前通过。为什么那么早来？八点嘛，还未八点啊。八点就去啊，你来全部都来啊。你都比伊较早来啊。我爱等伊，袂使伊等咱啊。为什么？你不能讲伊较早来较迟啊，对嘛吼？安尼啊。伊是老师，你是学生啊，是吧？所以你要当老师去吧？对啊，他每次都第一名。第一名啊？手扎了，还不中气。不然哦，你还不中气，还扎来一个？他说他是学生啊，要等老师啊。对啊。他比你还早来呢，但他每天都比我早来，所以不能说我迟到，我没有迟到哦，我没有迟到哦。来，好几摆来，开工就好，来了好，我要开门啊哦，来。青山阿公今年90岁，光复乡本地人，受的是日本教育，守时尊师重道是从小养成的好习惯。好，这是8点据点开战嘛，所以大概是8点前会到据点。可是有时候到据点的话，可能会有3台的那个车子在门口等我，然后阿妈坐在她的女儿家门口等我。对，那我一到这边的时候，我会先去一个一个打招呼。阿公的就这样子，手本拿出来，阿公说：“阿公，为什么喊你早？”阿公安尼，几点嘛，还未开门。就这样子跟我闹，对，然后我就赶快过来开门。这是时常发生的事情，因为老人家反正就是5、6点就起床了嘛，没事做就会过来这边这样。他们觉得来这边就是有人陪伴，好，主要是陪伴，不要那么寂寞这样子。好，坐下。好。所以光复据点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地方，真的。红来四季，红来四季，比边秋
近几年来，政府推行失智照护服务计划，从原本只有医院内的清安居照护中心，延伸到成立社区据点，让偏乡长者与家属彼此都有安心喘息的时光。一方面，我觉得据点让长辈觉得有归属感，好，我感觉他的家这样啊。长辈说吼，我若放假无去，像礼拜六日放假，他就觉得说怪怪呢。哦，那也有家属反映说，应该袂使礼拜六日嘛开嘛，我爸爸妈妈礼拜六日嘛差来要去，就他觉得有归属感吧。然后在那边，找到好朋友啦。阿公怀疑啊！来的都是这些从小到大可能他们就都一起长大的邻居啦、朋友啊，所以他们有共同的话题。那他们在这个据点有被接纳跟包容，因为都是失智的长辈，所以不太会有人用比较异样的眼光去看待他们了。投入护理服务超过30年的花莲慈院失智共照中心主任张信玲，就是让原本只有医院内的清安居照护中心，一步一脚印，将失智照护连结至长照服务与拓展至社区据点的重要推手之一。而他的初衷源自于他的奶奶也是失智症患者，希望能够避免一些失智症的遗憾的事情啊。像我自己阿嬷是走失就往生了，我觉得现在的人生的少，那子女的负担也蛮重的，如果能够透过据点让这些子女能够安心的去工作，然后让社会的生产力好一点，那老人家年老了不要说过得很不好这样子，至少在晚年他还是在欢乐快乐当中去过日子。那继续写这个不要空，我们把它接着吧。还是你要从这边写？我这边写、啊。好好好。好，宝宝，你可以开始运动了。还不如你认真一点啊，写你的。写好，等一下休息了，你要帮我顾菜园呢。阿妈有没有认真？有。有啊。听从帅哥的那个声音。家住瑞穗的杨昭德夫妻，就是社区据点的好学生。他们一路从花莲市的据点，参与到离家里越来越近的光复乐智据点。对啊，我就在等你啊，先给你喝水。漂亮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菜？青椒。妈妈就不知道菜，只有妈妈知道。妈妈，快点、啊，这是什么？加油！就是这样的长豆卷，那阿公阿妈比较好咬。那等下太粗，我再切。来加油打气有差哦。其实爸爸刚开始中风之后，我们除了医院的复健之外，其实花莲有据点，对，我们就会带爸爸去参与。虽然一个礼拜只可能只有一天，可能后来复健的比较好，我们就回来瑞穗，因为毕竟这是他们熟悉的环境。之前印象中还有去凤林，
的据点，然后去三民的据点，去玉里的据点，就是哪里有据点，我就会就是很勤劳的带他们去参与啦。因为我就觉得说，其实自己带，可能有时候有一些摩擦，可能就没办法化解。我就会觉得带出去看看别人，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其实他们也蛮乐意的。对，那因为刚好这两年光复开了乐智据点，那我就会觉得，哎，其实爸爸妈妈只要愿意，只要爸爸愿意能够走出去，我就尽量带他们出去。对，因为中风行动不方便，在家能做的活动不多。自从出去参与社区乐智据点后，回到家只要有空，杨昭德还是会播放影片，跟着据点老师教的一起做运动。嘿嘿嘿，大家早安，早安早安，爸爸要搬好，爸爸要搬好。阿公来这边有没有开心？你好，我好，大家好。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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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可以，你愿意来？他说：“啊，家有后家后康哎，身边拢无啊，同学都在这边，又很开心，为什么不来？”你就会觉得看到大家愿意进来这边，而且是很开心的。我觉得这就是达到我们要的目的呀、啊。妈妈，你要认真走路哦。下次的话，你一起下来教我怎么。太太曾静妹比较不爱动，但一起到据点后，有同学可以互相勉励，也越来越开朗，总是笑容满面。甚至会跟着女儿一起到环保站，一边做环保，一边当复健。一个手一个动，一次到位。可不可以借我擦一下？他比较认真啊。对啊，我很认真，所以把你带来啦，对不对？要一起来做啊，对不对？妈妈，你怎么可以这么开心呢？啊，怎么那么开心？你不开心啊？看到帅哥哈？对，没错。帅哥不是我的。又到了上课的日子，最近有位据点的同学身体不舒服。上课前先绕过去关心一下。现在目前有一个春雄阿公，因为他现在装尿袋，身体不舒服，他都没来。可是我每个礼拜四只要去据点，我一定会先去看他，我就会很开心说，虽然只是看看他没有很久，五分钟，可是你就会觉得你去让他很开心，我觉得这就值得。我们不是要求什么。阿公，你没有每天三大笑。老伙仔会砍你可以挂，会砍你可以乱。好嘞，加油，用力，用力，再用力，不要偷笑啊！好，先坐一下，等我哈，我停车。看我的技术好不好啊？一定的，现在已经被训练到，要谢谢阿布给你训练的。快来，我买叫钢带呀。性出血、脑中风，讲起来很危险，很危险。但是我现在12年了，我现在很勇敢，讲话很好，就是这个直的孤老，直的孤老。要站起来啊！站起来就站起来。这现在能够活到现在，多感谢直，这个直棒的，一级棒。现在给他穿进去，特别棒。救了我的命，快乐了啦！就是说，以前在医院没住到社区，觉得
医院给他治好出院了，就是理疗喝啊。后来去社区才发现不是哎，你给他感觉我们给他治疗好了，可是回家他还是很不好。因为现在就是老年人口多嘛，尤其花东像光复、凤林啊这些偏乡，独居很多，老老相依的也很多，所以我就会觉得他们第一个他变快乐了，然后他们的生活品质也提升了。爱家住啊，咱在附近到底，好吧？阿妈记得你吗？但是也假平平吧，你不怪我，袂在走。过年就是你了，过年九十一啊，九十来年就是过，再休息再几天就九十一了。好，再过几天九十一啊。啊，阿嬷几岁？六十，过年六十七了。那八十七了，你讲错了。曾玉玲。花莲慈院失智共照中心的各管师，投身失智长辈服务20年，即使访视要跑上百公里，也不喊累。啊，所以这个是阿嬷的，啊，这个是阿公的。哇，阿公，这药啊，这侪项，你会记你当时吃完吗？阿嬷在脱衣服了。阿嬷。阿嬤現在有鏡頭在那裡，不要開開喔。所以是，阿嬤咱這是那個，那上大的電視台喔，不是那個半夜12點的節目。去家訪的大家會設定一個目標，但是我們一進去的時候不會馬上就切入那個主題，一定都會先從嘘寒問暖開始，先稍微關心一下他最近的狀況等等之類的，那再慢慢的就是进到那个主题。所以那一天我们去贵松阿公家的时候，先看了他的环境，好，因为其实阿公他们是两老住在那里嘛，然后阿嬷本身失能程度是比较高的，还要坐轮椅，所以家里面就是阿公、阿嬷还有那个外佣，三个一起住，所以环境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刚好可以看到说，哎，那个环境到底有没有哪一些是比较不适合长辈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范围，或者是，所以我们会从他的生活动线去看这样子。哎，阿公啊，穿短裤竖着嘞，啥米？樟树叶啦。樟树叶，拍拍手，好厉害哦！现在开始了吼，因为等下这个入在茶里底吼，这看起来这路苍苍对无？吼啊，所以爱家己用剪刀，家己迄个骨力吼，家己剪较细吼。哎，长辈用剪刀主要是要训练他手部的精细功能，这样子。里面透过这个活动的进行，然后去做到生活的一些训练，所以其实，在失智症的活动安排部分，不一定要特地要安排就是很严谨的活动，他日常生活的一些活动，其实就是在做复健，也就是我们在讲的生活及复健，这个主要的目的。对，阿姨来，要啥糕？好，来阿姨要啥糕？乐智据点的课程丰富多变，今天这堂课是要制作平安按摩锤，里面包着药材，敲一敲可以促进气血循环，植物的香气也能帮助长者放松身心。长辈不太爱动，你看长辈卡身都按那对吧？哈，很费力。但是按摩锤是拿着这样敲，所以一支按摩锤可以从头运动到脚，而且哪里痛就敲哪里。所以长辈超喜欢这个按摩锤的啦。在敲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的手是不是在动？长辈很容易有五十肩或是肌耐力变差，
所以对按摩锤来说不像沙袋这么重，但是他这样拿的过程当中，他每天只要敲几下，他关节就运动几下，所以很多长辈后来发现这个按摩锤让他身体越变越健康。好，慢慢走，慢慢走，对，好，阿公来，来，静香，可以吗？好，阿公来，没关系，阿公来，没关系哈，好。祝福上人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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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美满，健康，哇，钱包了，钱包了，谢谢，哎。光复长照据点全班13位同学，位置总是挤得满满满，但是大家互相包容，互相帮忙，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很温馨，然后充满那种爱的感觉了。你们去了这么觉得，就是据点的欢笑声很多，好，那其实据点就是让长辈觉得很温馨，然后有被照顾，就是我们慈济讲的人文嘛，以这个人为中心的一个照顾的样子。我在吃，你在看，好不？好。奶奶一吃呢。我讲对啦，两吃一半，感情较袂错，好不？好。你吃好，感觉到。137都八十九。这是课程之外，乐智据点还准备了许多小游戏给阿公阿嬷们打发时间。当然，这些桌游可都是有特别的作用。透过青蛙可以让长辈训练对颜色、对数字，还有青蛙是不是要跳。那好几个长辈玩青蛙可以玩上一个小时，就是我是蓝色，你是红色，然后青蛙会 PK。哎，我发现还蛮不错的。然后算数也可以算哦，比如说我要10只青蛙，而且3种颜色，那长辈就从里面去挑，啊，是不是他就在动他的大脑了？然后你要跳的是要跳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你就训练你的手指的能力。你知道手指是不是要拿筷子？那这两只是最重要，通常他们用这个跳，或用这个跳，所以这样是要训练他的手指能力，也是对他日常生活照顾有提升。阿嬷早，黄桂松是这个班里最年长的，过年就91岁的他，活动能力还很好，自我照顾也没问题。反而是太太徐月竹，从3年前开始，失智状况越来越严重。功能其实没有很好，对我们来说，其实坦白讲，它不是据点的服务对象。啊，为什么还是我们还是会愿意就是接纳，然后到让它到一个是偏乡的资源已经够少了，如果我们自己再不接下来的话，那这样的长辈他只能在家里。我的想法这样啦，哦，多吃几年啊，老伴老伴啦，少多看几年，这样就对了。